端午的小姐姐吗？是、啊、是、啊、是、啊。等会我把这个视频拍回去以后，老板肯定会说你假唱，你清唱一句，证明你真的是真唱。清唱一句，不然的话用解释吗？Say anybody can be crazy, you need a bag and a bag. 好好好好好好，等一下，我下车给你去买瓶水。可以的。你不着不赶时间吧？姐等你。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听一首歌，那首歌很好听，我想跟你合唱。什么歌？煎熬。李佳薇的煎熬。对，就是这首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买瓶水，你用一下嗓子啊！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等我一下啊！我现在真的是纯纯的大煎熬。煎熬怎么唱？煎熬。Later， 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刚刚听了一下原唱，你觉得我能唱这首歌？英文歌这么高，你都能唱上去，那这一首歌肯定对你来说轻轻松松。我挑战一下，我们一起挑战一下。我唱前面那一段，你唱后面那一段。你就是唱低了，刚子留给我是吧？可以吗？只能说是挑战一下。要是我真破了，你答应我不要播出去。没事，我们粉丝又不多，我们是发在公司的一个账号，大概现在有1020个粉丝。人少出点丑没事，要人多被人看到了，就真的是真煎熬了，老弟。早知道你只是飞鸟，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，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。我拍的最有意思的一期视频，这个我回去可以交差了，晚上唱不了歌了。我觉得你是我这四天以来搭的我最开心的一次，遇到知音了，你要不要再来一首？